现在起薪，新出的啊，啊，以后我们会做这个葛根的出，来，拿一点给我，拿一点给我带走。啊，这个是给人的还是怎么样？不是，我留在这里需要我拿给谁的？拿一点给我，我去拍一下。我就拿个袋子，每一样装一点。好好，每一样装的。啊啊。你看。这一道老板还是好的，想吃啥吃啥。像我们现在研发一个，用葛根粉呢、啊，直接用葛根粉做曲奇啊。可现在没办法了，人手不够啊。丙房八个人，剩下一个人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姜茶切煎。这个包装呢，这个包装跟我现在今天介绍给大家的不一样。这个呢是放在这个礼盒上，礼盒里面的包装，这个是另外一种包装。反正不停在生产姜茶。你看，切煎大部分员工都阳了，都关灯了。饼房这个做饼的房间，你看全黑了。现在曲奇饼都没人做了，那咋办呢？唉，出去吧。唯一还能动的，就是这个姜茶切煎了。黑芝麻丸那个都危险了，黑芝麻丸那个切煎有几个员工也中了，反正有问题的员工赶快休息。反正我每天进切煎的员工呢，都经过几层消毒的。哎呀，拿一个大的袋子，随便放一点就行了，咋不能放一点？有没有大的袋子啊？随便找个这种就行了。有没有人呢？来，每一样帮我。已经装好了。哦，装好了，好好好。啊，这个就是姜茶的切煎啊，现在就这个姜茶出来。谢谢。几款了？四款了啊。真小气，你那么少，好，够了，吃完再说。哎，啊，大家看到了啊，看到金哥那个姜茶切煎啊，金哥也自己拿一点新产品，这个葛根曲奇回去尝一尝，用葛根粉做的啊，看一下。哎呀，没办法了，没办法了，大家停一下。真的，特别是很多朋友打电话来，金哥，你们的姜茶有没有啊？几几箱，几几箱，买几箱。哎，再看生产期间的员工，只要挺得住，还能生产。这量小一点也没办法，反正就每天做吧，能做多少是多少。OK， 不可能像以前这样子的，我们刚刚有定的。那个僵尸回来，真的是气死人了！这原材料全部都涨价，真的，现在还买二送一的，我想只有金哥了，真的是。啊，回来了，不走了，看看卡不卡，不卡，不卡就行了。管他，不要送礼了，不要送礼，你们有钱的话。留着买个姜茶回去自己喝，啊，一家大小都可以喝的。你看回来第一次是关门，关门了，不要进来了。我在这里做完直播，我也回家的了，回家做做运动，
多喝水，多休息。看到了吧？看到金哥的工厂了吧？啊，明天金哥刮胡子。咦，明天刮。啊，你们买的包装更漂亮。金家庄红枣黑糖姜茶，独立包装啊，里面都是原材料，买二送一，还送你十个口罩。另外那一款芝麻丸，买三送你一盒小的姜茶，送你的盒就是刚刚你看到这个包装的姜茶了。经常经过我工厂，那你不进来看看我？不过最近算了啊。之前呢，我们还担心说，哎呀，先不要让人来参观了，都不知道这个朋友进来有没有阳啊，有没有怎么样。可是现在，如果你没有阳的，你进来我工厂，我都担心你啊。就好像前两天我一个同事吃饭的时候看到我，他还很有心啊，哎呀，金哥，工厂没事，你就小转来转去了啊，这个病毒反正都有的了。然后我还说，哎，你先顾好你自己啦，怎么样怎么样。当天下午3点钟他就发烧回家休息了。金哥姜要烧香，这个东西呢，我们这个姜好像是江西来的，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我们金家庄，我这个是一个工厂，我是没有什么农地啊，没有那些的。很多人呢刚开始听到金家庄，以为我是一个农庄，也以为金家庄是个吃饭的地方。其实金家庄呢是一个工厂来的，金哥是做那个健康食品的工厂，所以很多人找我们帮他们代工啊什么的。当然我们自己也有自己的品牌，金家庄这个品牌出来的。我们主要原材料，说真的啊，各地都有，哪里好的哪里跟我们合作都无所谓。早上我另外有一款黑芝麻青稞丸，我们的青稞就是西藏的啊，青藏高原来的，反正哪里好就用哪里。所以很多朋友呢有时候啊都开玩笑的说了，哎，金哥你们的产品好像比别人贵一点点，其实真的没有，大家放心，你吃完之后就知道金哥这个是真材实料的了， OK， 真的放心啊。发烧很快啊，大家再跟我讲讲。就现在我其实我也很担心了，每天虽然没事，就怕突然阳了一下会应付不了，所以多了解一下会怎么样，让我心里面有个底。反正虽然说每个不一样，对不对？3年此任就看到了，特别棒，欧阳萧凡，谢谢你。我都说做演员的时候啊，看到你们喜欢我的作品很开心，现在看到各位朋友啊支持我们的东西，说我的产品好吃，我就开心了。你看，然然妈妈新年礼盒送签名照还有何总画的漫画，谢谢。不要叫何总，叫金哥就行了。我好多年前去过惠州一个沐浴液工厂，哦，你说的应该是奥宝，这个是我好朋友，也是我的好朋友。因为那个时候呢，其实奥宝那边他有一个负责研发那个洗发水啊什么的东西的一个师傅，他也会剪头发的嘛。那个时候我们没事就跑去那边剪头发的嘛。老爸阳第7天基本好了，就担心嗓子痛。现在不用戴，因为这个房间呢现在没人的，也经过了消毒的。每天我们回来之前呢，都要他们消毒的。反正金哥也没有自己的办公室，我是走到哪里坐到哪里，我是无所谓的，反正你消毒就行了。可是比如说这个办公室有员工有同事阳过的啊，就一定要消毒了，没办法了，每天都要消毒他们的座位啊什么都要消毒了。运动没错啦，运动是最重要，一定要运动。哇，这个也是好，今天我的姜茶可能
可能针对性的，因为我们园区里面所有同事啊，感觉喉咙不舒服啊，或怎么样，随便拿姜茶回来喝的，我们不停的在煮的，不停在泡的。可能因为针对这个环境，我们今天这个姜茶好像特别辣。杨姐，哎呀，谢谢你，谢谢你。对啊，过年送礼送健康啦，送礼送健康。Jackie 啊 ，Jackie， 你需要葛根粉，我给你供货，是不是啊？可是我们已经有一个很好的供货箱了，他自己就一片地都是种葛根的。我们就是跟他一起合作生产这个葛根曲奇啊什么的。那很多人就说这个啊。我们为什么一直还没养？其实金哥每天跟同事们一块吃饭，了解金哥的朋友，看过金哥视频的朋友都知道，金哥跟他们吃完饭，常常就去工程部一个同事的房间喝茶，那个房间很小的。之前我们每天中午吃完饭，最起码八个人、六个人、八个人在那边喝茶，其中几个全部都养了。就剩下三个，已经很多天了，那些种的都一个礼拜了，可是我们今天都还没发。那有些人说什么抵抗力好，其实这个真的都是狗屁了。我认为有一个朋友说的很好的，我们还没发作出来，可能真的是我们的抵抗力好一点点，累积给我们的那个病毒还不够还不够还不够。可是我每天还是接触这个环境，没办法嘛，工厂难道我不回来看吗？这不科学的，肯定要回来，真的难听点，冒死都要回来的了啊！可能再过几天那个病毒足够的时候就会发出来，就说只希望发出来的时候不要太严重，就阿弥陀佛了，对不对？怎么小星星都没人送小星星干嘛呢？什么都不要送，什么都不要送啊！春雨哥，洗手都会有啊？对啊，反正就坦然面对啊！我都说了，今天我说的了啊，多关心家人的事，少操心老天爷的事。天命如此，我们也没有办法的。OK， 反正我都知道，大部分朋友都阳了，来阳你的已经阳的朋友扣个一。阳康的朋友扣个二，还没阳的朋友扣个三，我看一下哪一个比较多。对呀、啊，七五重伤了，冲了十年了，哇，这大部分都是阳的，真的是可怕。哎呀，哎呀。太多了太多了，因为我看那个数据统计啊，因为金哥在惠州的啊，在惠州海北州，好像这个惠州目前还不到沦陷的地步。我们看北京啊、成都啊、什么河北啊，很多地方都沦陷了一波了，好像有一些都已经第一个高峰期都已经过了，准备第二个高峰期了。那惠州到现在其实第一个高峰期都还没到，所以危险还是在的啊，所以只能坦然面对，欣然接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反正还是那句啊，不要太严重就行了。有些朋友说喉咙不是很好，不要喝姜茶。当然你如果喉咙已经很辛苦，已经是发炎了，这个辣的你就少喝一点啊。这个是给你在康复当中或者是还没有事的朋友预防一下也是有用的，因为这个姜啊什么喝到喉咙里面还是能产生一点作用的，我认为啊。烘焙店好久了，这个现在没有了。哇，合肥身边基本都阳完了。反正大家小心，就是看这个过年啊，这个春节了，
这个春节如果大家能熬了过去，过完春节第二个高峰期一降下去，应该好起来的。反正我都说心存正能量，希望在明天。我也祝大家真的大家都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这个是最重要的。对啊，年龄大的，对啊，春雨哥年纪大的特别小心啊，喝点酒就好，也不能喝太多啊。我觉得有时候啊，这个信也好不信也好，晚上也不要说喝什么白酒喝了，反正我就说拿个白酒漱漱口也是好事，多用盐水漱口啊。金哥是每天都用盐水漱口的，早上起来就我漱口，那个盐水很浓的，很咸的，反正我就可能大概30秒把它吐掉，然后漱漱口，可能就拿一点那些预防喉咙发炎的那些药水啊喷一下，清一下那个痰。我每天早上跟晚上睡觉前都会这样子做的。春阳来了，现在大部分朋友都说主要是怕那个咳嗽嘛，对不对？广州变阳城了，所以就是啊，广州跟惠州那么近，大家都很担心的。我那个朋友，大家听过 TCL 这个牌子啦，这个牌子的啊，大牌子啦，在惠州。我那个朋友就在 TCL 的，他说他们那么大的工厂，三分之一员工中了。那你说如果那些订单要赶，怎么赶呢？我们这么小的工厂，这个车间几十个人中啊，什么什么，我们都怕生产跟不上了。反正曲奇饼是没办法了，曲奇饼目前是不能做了。本来还想啊，这两天把那个曲奇饼介绍一下，就我们又做了一个比较新的配方啊，感觉那个口感更脆的，更松脆的。问题是没得做了，做不了了。严林斌，对呀、啊，别预防了，预防也顶不了什么鸟用，几天阳，所以没得防的，我觉得没得防的。当然我们也不能明知道这当然都是阳的，你这口罩都不戴在那边，这也不科学，对不对？能不中还是不中好，因为我都听说哇，有些中了，就是今天鼻塞，明天头痛，后天全身骨头痛，有些腰痛，听闻就感觉这个病毒在你体内把你的五脏六腑完全去侵害一片，对不对？侵害了一遍，你顶得住的，慢慢一个康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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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好起来。所以很多朋友说，一旦你阳了之后，比如说你现在哎测试一个礼拜之后转阴了，感觉一切都好了，也不要大动作乱动，千万不要马上就做很剧烈的运动，也千万不要刚刚好就去洗澡什么，因为洗完澡，其实洗澡当然是好事，可是洗完澡那一刹那你起来太容易着凉了，大家要小心的就是这个后面这个事情啊。就跟静哥以前说我做这个鼻窦炎手术一样，做手术的时候不重要，做完手术之后头一个月最重要，怎么把它保养好，对不对？大家真的唯一我觉得大家要小心的就是这个了，怕冷啊、哦，除了怕冷没什么啊，那就这样。李小小身边阳过的发烧咳嗽余额不足，说不明白你出去吧，你去听别人你听得懂的。病毒把任督二脉三阴交脉全破坏了，真的会有这样子的啊。阳光无情帝王，阳的也没什么可怕。虎扑虎金哥夸，本来是到吉安的，取消了啊，跟你讲延后了。我刚接到消息延后了，本来那个好朋友就是一个公司吧，连夜嘛，就跟坐月子一样，这个我就没经验了啊。每天喝一杯52度的白酒就没事了啊，
那你是喝酒厉害啊。啊，反正也不是担心，唯一担心就是不要太辛苦就行了。喝口姜茶啦，哎。哎，要介绍一下了，不然这边要说我违规了啊。金家庄黑糖姜茶买二送一，还送你十个口罩。还送你十个静家庄的口罩。现在口罩好不好买啊？现在口罩好不好买啊？口罩也不好买了啊，现在啊，因为我们这个直播间跟别人不一样，我们也不要去比较人家什么人气多少多少。第一，这个可能官方听得有一点不高兴啊，金哥做这个直播从来不投流。从来不做这种事，有多少人是多少人，我们也是就是很正常的介绍一下产品，我也不会不停的拿东西出来卖或怎么样，就跟大家聊聊天，要你们最重要是要你们知道静家庄，知道静哥的工厂，反正尝过静哥工厂的朋友每个人都说好，我就放心了。好吧，拜托一下了啊，有多少朋友吃过金哥工厂的东西，写个好字出来吧啊！哎，真的好不好吃，你们说了算。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你讲好犀利噶，德凯。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因为这个国字呢，德凯啊，德凯，这个国啊，国语的中国的国。以前我哋香港人啊、香港人有些所谓的懒音、懒音，都系中国、中国，把呢个国就念成国，就好像国，个人的国，国，所以这个音呢不一样的。可是国语的很清楚了，国，那慢慢你广东话就知道了，不是念中国，不是念中国，系念中国。啊，走我都翻倍了，哎呦！我们这个口罩呢，哈、啊，虽然不是 N95， 可是已经用过的朋友呢，应该都知道我们这个口罩的质量非常好的啊，非常好的啊。相信静哥，有些朋友说舍不得戴，那你就留一个吧，要戴的。啊。展昭啊，谢谢啦！看质量很好的口罩，啊，我爱我的国，要难买啊，是啊，所以很多时候我都，就是以前大家有病才去买药，现在真的是哎，买了一堆药回来等病，我不骗你，金哥，我住的地方我自己没有什么药的。不好听，如果万一有什么，真的我就要回来工厂找药。反正小心点啦、啊，老人、小孩，尽量多小心老人啊。正常我们成人的应该是体能好一点，体力好一点，还是可以扛得过去的啊。应该，反正大家加油啊。小黄却没看到，我也不知道啊。有你上去就看到的了，你点那个链接就看到的了。对啊，合理买药，当然有时候，哎，现在这个药有些在乱价、在抬价的，这些是真的不对的啦。我还没阳，独孤成瘾，我还没阳，应该也快了。我们的芝麻丸那个糖是低脂果糖来的，放心，那个蒙云西西那个是低脂果糖，不要担心，那个买三盒的送你一盒小姜茶。金吉鸟是芝麻外科的谢金大奖，谢谢你，那是我设计的。赵军岁月不饶人，对我已经算不错的了。金哥到今年的12月29号63岁了，
你看看人家的精气神，有多少朋友是五九年啊？不要五九年了，有多少朋友在这个直播间是12月29号生日的？12月29有没有？12月29有没有？有没有12月29号生日的？哎，有了，看到了啊！荒岛半夏，还有谁？还有谁？12月29，浪漫樱花，哎呀，娇娇推文，彬彬巴，齐晨，抖音，哇，这个多少个零啊？你这个，对啊，胡子白了。哎，可是我真的好奇怪的，头发就还好哦，头发这里就很少白，我两边白而已哦。明天哈，明天看看行不行？明天把头发弄一弄，胡子刮一刮，就算不弄头发，我也把胡子刮掉。明天帅一点，因为他们说我们这个阳这个时间是过了今天就是16强了。金哥大我29岁，有没有啊？对啊，63岁也挺好啊，老态龙钟。哇，你看看你爸爸妈妈，再看看我，回头小猴子发射了三天，精神上不用上药啊，小心小心。不会不会，没有什么会不会就画那个客家话。金哥跟娃哥，我比娃哥大两岁。纯天然啊啊啊！你孙女是12月29啊啊！小斌，我大你40岁啊！哇，你那么年轻啊！你比我爸小一岁。娶妻没有了，飞云浦现在就是我们饼店的朋友的同事养了很多个，哎，要违规什么东西啊？哎，真的是，所以有时候不想上来这里玩就是这个意思的。老师没事的说你违规都不叫错了什么，就好像小朋友上学一样，我们上平常上学最怕老师说，哎，你不要这样子什么，你不要这样子什很多朋友跟我说，哎，金哥你还是什么，会不会是无症状啊，什么叫我们测一下，其实现在测来干嘛呢？阳了你也是这样子面对，不阳也是这样子面对。当然如果你阳了就不要乱跑，这个是对的，可是现在我们出去反而都一定要戴口罩的啦，哎，对不对？没得怕的这个，哎，我做了十多年的碟子，你的包青天我卖了很多洋碟。哎呀，你是做这个的，卖货他不给聊天是吧？这样子的，啊，来不聊，来金家庄红枣黑糖姜茶啊，买二送一，还送你10个口罩，还送你10个口罩。是不是我同事帮我挂了几个车，我不提其他产品也算违法的？有没有这方面了解的朋友告诉我一下，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算了，我们也无所谓的，我们就讲个一个小时就行了，好不好啊？青海卫视在播包青天啊，我都说今天我都问很多朋友，包青天拍了236集，
那个时候每到最后一个镜头啊，砸谁什么什么的，一播那个镜头就哒哒哒哒哒，就追到朋友就知道了啊，完了。那个时候我们236集，其中有一个单元是当时候收视率最高的镜头，你们知不知道是哪一集？知不知道是哪一个单元呢？介绍产品才不违规，那没关系了，等一下如果再违规我们下就下了，反正我就说了啊，我拿着可以吧，一直拿着行不行啊？金家庄红枣黑糖姜茶，对了，青龙珠那一集厉害啊，因为庞太师你都知道跟八大人是不对头的嘛，对不对？每天就是想弄死包公，弄不死包公就想弄死他身边的人，刚好逮到机会，我跟张龙教三个人违法抗旨，就抓住这个机会，一定要八大人砸我们。那我们三个当时在工厂下面就叩别大人之后，我的头一进铡刀，音乐响起，他们就说那一集那个收视率高得不得了啊，杀死人啊，所以为什么可以拍了200多集呢？有原因的。青龙珠好看的，所以我都说了，你们大家如果有时间要重看的话，当然是先重看93版开始啦。93版那个青龙珠，我那个剑化撒得最好的，撒得最好的。哎呀，这样子的话，我叫同事来，有没有同事看到我这个直播？有的话，帮我拿一盒芝麻丸过来介绍一下，不然的话又被人说违规了。我看一下这里有没有。啊，有，不用了啊。这个芝麻丸啊，现在也是在进哥这个直播间也好，很多地方也卖得非常好的啊。今天买三盒，买三送一，送什么一呢？就送一盒小姜茶给大家啊。我觉得你们主要真的要下单买这两样东西行了，其他的可以暂时不买。这个芝麻丸非常有嚼劲的。对啊，当然这个疫情对这个快递也有影响，所以大家如果下单的时候他说能发的就能发，可是快不快的就很难说了啊，可能会比以前耽误个2天也不一定。每一天只要你下单了，5点钟在金哥的工厂就会发货。金家庄刚进来的朋友先去了解一下静家庄好不好？静哥的工厂啊，静家庄健康食品有限公司，很多朋友说什么岁月不饶人，岁月不饶人，静哥还没要开美颜呢，我开一下美颜给你看，看一下啊，要不要看一下静哥开美颜啊？小甜，我们这个甜，因为我是芝麻丸，没有别的东西的，我的芝麻丸就是黑芝麻、低聚麦芽糖、低聚麦芽糖、低聚果糖、蜂蜜，一定要加一点糖，为什么呢？不然这个芝麻粘不住的，而且是低聚麦芽糖，不怕的，人体不吸收的。想不想看我开美颜啊？想看看一下嘛，看一下嘛啊！所以很多人说啊，你都不用说什么岁月不饶人的，每个开个美颜当然是好看啊，可是那么有自信心还不开的，当今武林也没有几个了，可以看一下啦。你看，就简简单单开一点，就没有什么，没有磨皮啊，什么都没有，都已经马上不一样了。开玩笑，真的，你这样子看，你说金哥上几岁，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关掉，我很怕他，
别人跟我拍照也是，只要一拍照，我看到到那个镜头是红红的那种，有那个美颜的，我就不拍，因为每次把人拍的像个猴子一样的，何必呢？要这个啊，你每个人几岁几岁，到什么年龄会变什么，这个肯定的嘛。这个世界唯一不劳而获的东西就是年龄啊，反正每年都会降价的了。可是你活得通不通透，活得明不明白，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不要在乎你自己多少岁，最重要是你活得像几岁。啊，像金哥还是去踢球，当然这几天因为这个太厉害了，就不敢去踢而已。跟一帮好朋友踢球，我们踢球踢两个小时的，不是开玩笑的。你们最近应该有看过我那个视频啊，看到我穿着展昭官服，那个它是八青天里面其中一个单元叫鸳鸯蝴蝶梦，我在里面耍了几下，懂足球的人看到我那几下基本功都说，哎呀，金哥你真的会踢球的，不是假的。而且那段戏啊，当年我们是要武术指导，飞来飞去那些都是武术指导的动作，可是拍那些脚下功夫都是我自己设计的啦。我跟那个演员我说了，等一下我会这样子过你，怎么样，怎么把这个球搓走，你就到时候把脚伸出来配合就好看的啦。你们现在上去看看啦，看看金哥这个抖音上面前几天而已我发那个小视频出来，穿着官服的就是踢球的，那个时候我们叫踢局嘛。其实踢局春秋战国就有了，对不对？其实中足球呢最初是源自我们中国的，从我们山东一直流传出来的。后来呢，我因为我看过这个报道啊，后来就被阿拉伯人引领这个运动到了欧洲，到了欧洲经过很多年之后呢，再传到英国。英国呢，当时候就好像18多少年了，就成立了第一个足球协会，就把这个足球发扬光大。所以我就觉得很可惜的，就是中国是最早踢足的，英国把足球发扬光大，可是世界杯他们都打不过人家。当然我们打不过人家是我们还没参加，对不对？有机会的。反正我们中国足球越来越好，经过我最近这些事情，我觉得中国足球是有救的。有多少朋友喜欢足球的？有多少朋友喜欢足球的？哎呀，谢谢你，谢谢泽哥精神，谁都会老，真的老没关系的，这个谁不老呢？真的，你回头看看你爸爸妈妈。那就是说人家老，说人家老，那个是你还没老，这个世界很公平的。你今天说人家老，明天就到你老的了，这个没什么事情的，这个真的没什么的。都说，就像阳了阳不阳这个问题一样，阳了之后就希望自己症状轻一点，老了之后就希望自己还能跳，还能动，还能做运动。千万不要真的啊，老到不能动啊，做什么动作都做不了啊，胃口又没有啊，腰又站不直啊，那种就不行了，就看你自己了啊，看你个人修为了。这个是精气神最重要。所以金哥为什么每天还坚持运动，这个也是必须要的啊。我认为运动是最重要的啊。金哥煮一下这个茶，等一下啊，姜茶喝完了。巴巴巴巴，现在喝茶时间了。哎呀，反正真的最近我喝水的量，喝茶的量比平常多了很多，这个没办法的。哎呀，一定要喝，不要开玩笑，多喝点了，百利而无一害。啊，黑芝麻丸买三盒送你一盒小姜茶，不会违规了吧？这样子非常有嚼劲的，我这个
反正做，为什么我要做健康食品啊？大家难听一点，做得好的功成名就，万一做不好，最起码这几年我每天吃吃这健康食品，也得到健康啊，对不对？每一行、各行各业都要自己努力的。就说现在工厂那么多同事都阳了，那我们也担心不了那么多，还是每天都要回来看。难道工厂有人阳了我就不回来啊？那不洗得更快啊？反正回来要种，大家一起种。可能是心态的影响，到现在金哥还好好的，反正也快了，看多久啊？能顶一天是一天，加油吧！三，对呀、啊，三天了，明天刮，大经理，明天还你一个老帅的金哥。还没有，我早上吃了汤圆，晚上吧，晚上吃点饺子。我喝的是普洱茶，我看过你，马永贞真帅，谢谢。对呀、啊，全国爆发了，这没办法了，这个都说了，国家已经保护了我们那么久了，现在也要自己为自己出点力的时候了。你们想想看，我们大家现在已经对这个病啊，就了解清楚了，对它的关注度也有足够的了解了，也没有那么怕它了。你们大家想想，如果我们这个病三年，如果刚开始全世界说开放的时候我们就开放，那个时候大家对这个病情也不太了解，那岂不是更惨？所以其实每一个做法都一定有原因的，一定有原因的。反正就像我说了，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我们喝杯茶吧。喝完姜茶就喝这个茶，什么都够了。谢谢。百杰，对啊，金家庄就水口的，金哥的工厂在水口，没错。真的怕也没用啊，谁不怕？真的，哎，谁想自己平白无事好好的生病了，真的是。可是他现在这个还不是病了最惨，哎，他来了都不知道是都不知道是狂风还是暴雨。反正听到有些朋友讲是很可怕的啊，反正也怕不了那么多了，来吧。工厂是可以参观啊，可是最近都不要来了啊。最近不要来了，我就说之前说开放的时候多开心啊，可以让更多朋友来。头几天的确是很多朋友来啊，可是这两天慢慢爆发了之后，还是要停一下了。很多朋友也叫我金哥，你的工厂还是先不要开放了啊，这个为人为己也要的，不能为了人家来啊可以买点东西就乱开，这个也是对的，真的。所以我希望都尽量的不开，除非他们过来的时候大家都看到，哎呀已经来了没办法，反正就不要到处逛了，你就去暂定看一看就行了。因为现在目前我工厂都很多人阳了嘛，我怕你是没事的，你进来染病了我也对不起你。我们在工厂的每天自己回来种了，那无话可说。
这几天快递停了，你是哪里的？税政院。很多地方都停了，嗯，没办法的。对啊，调整好心态。还没放假，放不了啊。现在过年前订单真的也比较多一点，礼盒的订单又多，你怎么样都要把这批东西赶完呢、啊、你现在把员工放出去让他们放假，其实是更危险的事。你在厂区是有人中了，是有人阳了，可是你最起码我们有宿舍让你自己住在那边，而你不要出来，我们有人送饭给你吃，有人照顾你，有人 给你吃药，你总比在外面乱跑好。好，继续，不然又说违规了啊。进家中，红枣黑糖姜茶，买二送一，还送你十个口罩。芝麻丸，买三送一盒小姜茶。口罩好像也有送的，你上去打开链接看看吧，我也不知道送多少个，反正我让人家卸定了。巴巴巴巴，是的，是的，公司内部团购怎么弄啊？团购，你要这个比较麻烦。如果你不认识我们，你可以去。我一讲这个又说违法的了，不能讲的，不能讲的，这个很麻烦。快递瘫痪是因为那些快递小哥很多都中了嘛，对不对？所以大家啊，收到这个快递啊，真的要小心啊，最好戴个口罩啊，戴手套啊，先用酒精把这个快递消毒一下，再把它打开啊。这个真的不能，不敢保证百分百的。当然，我说我们每天接触的东西，所以为什么回家一定要洗手？你回家那个口罩啊，那千万不要一回去就脱，回去消毒洗干净。口罩就直接拎了就又换的了，所以这个口罩这个消耗量真的是比较大的，没办法了。这个我们发货是不慢的，我们每天下午五点钟就发货的啦，只不过现在外面的情形大家也要体谅嘛，对不对？员工都那么辛苦了，这一波拼一下，让大家早已早点回去过年。我们为什么要做直播呢？没办法，对不对？第一，推广金家庄，让我的产品更多人接触得到，只要你们赞不绝口我就开心了啊。我们说的不多，说少不少，金哥的工厂200人的，我不吃不喝也要保证要发薪水给他们的啊。你不要以为跟拍戏一样啊，拍戏你以为当老板那么好当啊？拍一个戏通常100几十号人在一个剧组，肯定的了。拍戏了3个月，吃喝拉撒全部都在一个剧组里面，住酒店啊，拍每天拍东西啊，器材的钱啊，演员的钱啊，饭盒的钱啊，你以为不用钱了？每天都在消钱的这个。所以那个时候你说拍戏有一天啊，那个重头戏的演员病了怎么样休息一天，你看起来好像哇他很辛苦啊，休息一天吧，你休息一天那个老板真的心里面在滴血啊。我们也是一样啊，看到员工生病了休息怎么办呢？你不给他休息吗？不可以休息。可是今天生产那个量跟我们原来预估的就有距离了，这个也是做成我们一个损失的了。那没办法，我们不能只能看到啊，每天生产好啊，生产很多，每天出货率很多啊，那开心的时候就开心，不开心的时候你就发脾气，也不可以的嘛。人生就这样子，有高有低，有好有不好，三十的河东，三十的河西，对不对？是人就有灾，是人就有难，看你怎么样纠正你自己的心态去面对这个事情。 OK， 好，再介绍一次，不然又说违规。金家庄红枣黑糖姜茶，买二送一，还送你十个口罩。芝麻丸，买三
送一盒小姜茶，好像你是送你口罩的，应该有送的，我忘了啊，你自己上去看看。好啊，差不多了，一个小时左右就下班了。经过三点钟回去休息一下，做做运动。反正这几天，今个主要还是推荐这个姜茶给大家，因为外面太多朋友，太多朋友想找这个姜茶了。他们说，现在在菜市场买姜都买不到了。这个姜茶，不管有事没事喝一下姜，也是百利而无一害的。特别是现在都冬天了嘛，对不对？那我想问，如果不带货？不卖货是不是就可以很畅快的聊天呢？就不会违规了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有挂车啊，卖东西都不能聊天，是这样子啊。不是没话题啊，你们问我问题我都会回答你的。可是金哥都说了，我做直播，我不像别人的拿着东西卖几个小时的，我就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就够了。哎，跟你舅舅讲得太像，来也匆匆，是吧？发个照片来看看。无花果的回忆，介绍产品的，不用，这个我怎么敷衍不敷衍呢？产品是靠你们自己去看的，我讲的天花乱坠都没用。我都说了，金哥搞那么大一个工厂出来，不可能为了几十块骗你买我一盒芝麻丸，只要你吃过我芝麻丸，你就会回来找我。就怕的事情讲到天花乱坠，对，那姜茶我也不能介绍它功能，也不能介绍它什么，它就是姜丝、红枣、黑糖。那这个大家都知道，你如果想知道姜茶对你什么好，你看看《本草纲目》啊，看看那些就明白了。如果要我在这里讲，那岂不是陷我于不义吗？对不对？哎，其实有时候做人呢，你不能锦上添花，你们也不要落井下石，不要害人啊！买不买也无所谓，我是个这个介绍给你，你看看也好。反正我都说了，吃过金哥的东西都会回来找我的。有啊，工厂有啊，三分之一阳了，三分之一啊，不能介绍功能的，介绍功能马上那个还不是违法，你介绍功能马上停牌啊，这马上停播啊，对不对？就那么简单，就是那么简单。经过花十年时间在惠州搞这个工厂，我会为了骗了几十块吗？对不对？你买一次不好吃，经过骗人的，以后不买，我就损失了一个朋友。你买过好吃的，我就多了你一个朋友。十个人买，有两个人说不好吃，有八个人说好吃，够了。当然，如果十个都说好吃，那就非常难得了。当然，我都说了，人呐、啊，演员也好，做任何行业，朋友都好，没有人能够做到每一个人都喜欢你的，对不对？曹操也有知心人，关公也有对头人，就是这个原因。对啦，那是羊群心理，咱这个肯定已经羊了。好，谢谢你，那个刚下单试试看，铭记，谢谢。哦，你在夸我吧，我听不懂啊，反正无所谓啦。大家，你买我就不好，就是啊，你陷我一不一骗你几十块，卖了不你，真是这样子说嘛，对不对？我搞那么大个工厂，骗了几十块，真的是傻，你当我傻，真的是。以前真的有这个想法了，以前很多朋友说啊，我们祖国啊，很多这个生产商啊，都是黑心啊，卖的东西都黑心的、啊、什么，那都就是所谓的小作坊，真的都不知道什么地方就盖个小型工厂出来，里面，因为我们就曾经找过一些代理商、生产商帮我们合作，比如说我们需要什么东西，从他那边进货，
我们都会派人去看的。有些看到真的吓死你啊，马上取消订单就换人的了。以前说很多东西卖出来有问题的，大部分就是那些小工厂了。真的有没有牌照都不知道，可能那个牌照都是花钱弄回来的。有些好，一旦出事，工厂倒闭关门，到另外一个地方再开。那些很小型的无所谓的，反正他可能卖个几天就能赚回来的。他们的厂房也不是买的，也是租的，什么样什么样的。我们这个厂房五万多平方啊，大哥，200多员工啊，怎么可能为了几十块去骗你呢？他刚刚那个说的对了，我怎么会陷我自己又不易呢？哎，啊，再看一下啦，再看一下，金哥就回去休息了，那回去做运动，回去跑跑步。下单下播之后，你们还可以去看的啊，金家庄啊，红掌黑糖姜茶。红枣黑糖姜茶买二送一，还送你10个口罩黑芝麻丸，买三送你一盒小姜茶啊，应该还有口罩送，没有，等我同事通知我，你们看看应该知道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好，走了，准备走了，拜拜了，拜拜了啊。今天冬至啊，在这里呢，趁这个机会，今天晚上呢，已经约好我妈妈了，跟她视频了。因为今天晚上他们家里呢，我们家里啊，就一家人吃饭，可是没办法啊，我还在这边，我就等过年才回去了。那我在视频跟我妈妈一起团圆啊，陪他们吃个饭。前两天我还打电话回去了，我外甥女接电话，我说妈呢？妈在边度啊？她说婆婆去打麻将啦，哎，那我就开心了。只要我妈真的90岁了，我妈90岁了，还能去打麻将，中年被人骗一点无所谓啦。这个就是骗了，其实跟她打麻将，你几个呢？有时我都想，我妈老是输一点输一点，哎，我说你骗我妈骗一点没关系啊，不要太离谱就行了，让我妈开心开心就行了啊。90多岁了啊，今天晚上吃饭呢，可以跟我妈啊。又可以聊聊天，看他们吃顿团圆饭。等我回去过年回去，真的一家团圆了。今天下午我还跟我几个老同学微信了，我说今年过年我回来了啊，今年终于可以跟你们打一场麻将了。金哥每年就打一场麻将，就是过年的时候跟我几个老同学。那再给大家顺便带一句，中午的时候我跟公孙先生也通过微信了。他们现在一切安好，一切安好。虽然包大人还没回我信，可是他说你放心，金哥也很好，保护得很好自己啊，大家也不要担心啊。反正我们三个老鬼呢，暂时还死不了的，放心啊。祝大家冬至团圆，幸福快乐安康，祝大家身体健康，拜拜拜拜。好，拜拜了，乖了啊。明天保护起挂了啊。好，拜拜拜拜。还不是三个老鬼啊，最年轻那个都60。